导演，你这个本子也太完美了，我好久没遇到过这么好的本子了。这咱要是拍起来啊，那就是一个字爽。<笑>再好的本子给你拍，也都是废片。一动不动啊，这咔咔咔整这么多道具，就这一个固定镜头，玩呢？啊，说话！ 导演，其实我早就说过，这整场戏啊，都得是运动镜头。您看我机位，咱们先来一个高机位仰拍，然后慢慢往下降。这会儿士兵向前冲，紧接着一个滑铲，车辆入画，继续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，最后砰，一个爆炸，可以吧？好啊，就这么拍就完事儿了呗？很难吗？这不是制片不让拍吗？ 怎么回事？导演，这预算真不够了。我不想听，啊，移动镜头必须得有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好，那我再看看。导演，你看这方案行不行？ 怎么就农村了？导演，咱先试试看破圈，破圈吧。啊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你说去农村拍就去农村拍吧，你还把我道具全都给干没了？科幻片，大姐。 你至少给我站住！你是不是嘚儿啊？我说给我来个士兵，真给我一个士兵啊！换！哎，队员，就是这张砍刀。 你是不是没长脑袋？那场雾砍了，船帮不知道啊。那摄像师被车撞了呢。再换。好的。大家走快点啊，快点，还有两天就走到了，快。你这是砍啥了？怎么就这样了？车左。啊！哈哈，你挺聪明，还把车给砍了。 那你意思是走路去现场拍戏呗？换！换！给我回厂里拍！换！不至于，不至于，相信第一天干制片吧。会不会扣预算？ 导演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还有最后一个选择，这次一定可以的。导演，我还是走吧。 咱这也是没办法了，制片才这样。我知道，这不怪你，毕竟预算有限，想要动感就没了画质，想要画质就没了动感。哎，现在拍戏真是太贵了。您哪位啊？我拍幕后的。哎，你这台机器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个新到的，那个能拍6K60。 然后是全画幅，这东西叫如影四D，然后还有自动对焦，还有这个，你看，这防抖，这稳不稳？真不错啊！要咱试试？行啊。<笑>